你闻这个迷人的味道。同样的味道，同样的香甜，同样的爱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与三猫看起来，我是三猫。大家看到我盘子里的这一坨榴莲。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已经问过医生，都说猫是可以吃榴莲的，但是不能吃太多，就是尝一点是可以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给猫咪尝试一下，到底它们能不能接受呢？哎呀，福福，福福一下好奇，福福是不是我们家最勇敢的男孩子？不是，我说我们家最怂的。哇，哎，我觉得它接受度还挺高的。舔嘴了。嘟嘟上来，不要走。年轻人多尝试。夫人你在这儿啊，妈妈找你，怎么吐口痰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同款真好。这玩意儿这么好吃，咋不喜欢呢？宝贝儿，爱不爱妈妈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吧？哎呀，好吃。恶心你个鬼！你又脏老婆子。谁又去拉屎了？夫妇又臭到去拉屎。是不是？共鸣的。好吃。好了。白老师，你在这里啊？伪装成婴儿车。白老师还可以啊，没有奔跑。奔跑，奔跑。听朋友说它加热了之后会味道更香，所以我就打算微波炉加热一下，所以我的全副武装要带上。有。摇摇晃摇。辉哥已经意识到了，你们是不是要害我？没有，开始加热了，有点害怕。你说榴莲加热会爆炸吗？又不是鸡蛋。哎，小伙子们，好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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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有味道吗？有点香甜呢。哎呀，猪猪要来了。不要骗自己了，猪。试一下。哎呦！会不会要开门了？不要走嘛！你可以把衣服脱了。还没抹到鼻子上呢，就走了。走了。咋现在对零食已经不感兴趣？蘸上榴莲怎么样？还是要吃。蘸上了满满的榴莲。什么味道？我还是要做猪猪吃。猪屎。哎呀，所以还是不吃吗？太多了。莫名其妙的举起了手。又是一个猫吃播，还是芬芬最厉害。都是已经开始想睡觉了，吃掉吧。肯定会吃掉的，好不好？都是我的。把这个吃了，把这个吃了。你说加热的吗？不，我准备留一半给你吃，剩下的这个是我的。不，我拉肚子。你来尝一口，来吧。你是不是农民？哎呀，那么经过今天的实验呢，告诉我们家猫咪对这个榴莲可能是真的不喜欢。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记得点个关注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